Hello，我是熊哥。今天我们来示范一下，用这个百灵达的 Behringer 今年2021年的业界公认的直播神器哈。它是一台8圈的数位调音台，也就是数位 mixer，自带非常好的音质的效果器哈。本身可以全部手机来操控它所有的功能，包含每一个通道的细节设定、EQ 压缩器，好。非常的丰富，本身提供了60 dB 的 Midas 录音室等级、演唱会等级的这个画放，好、哦，任何的这个麦克风基本上推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好、哦，不管你是动圈或者是电容麦，好、哦，那小红哥这边呢，我们来给他唱首歌来试试看，好、哦，那小红哥现在用的是苹果的 Xs Max，直接用他的相机来录影，然后呢？为了要抓取它的类比输出的音质，我们特别装了一个，就是意大利的苹果 MFi 认证音质最好的 iRig Stream 的转换器，来听听看它的类比输出音质是不是跟数位一样好，因为它本身就有支援 OTG 输出，但是这次的测试特别来抓抓看它的类比输出的音讯感觉好不好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听听看，我们来点一首，我也不大熟的。唱唱看，我要找到你。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落得一败涂地。有些人永远在憧憬，却只差一步距离。问世间什么最美丽？爱情绝对是个奇迹。我明白会有一颗星在远方等我靠近。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我要找到你，喊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让我找到你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好，你们听起来觉得效果怎么样呢？是不是非常的赞啊？因为这台 Flow 8算是一个 CP 值之选，本身又配备了高动态的这个晶片，114 dB 的动态，那在很多的场合非常使用，不管你是在户外表演，或者是做个人直播，或者是 OBS 多通道多路直播、卖货直播，有多麦的需求，它可以插4支的麦克风、2个乐器，或者是4支麦克风、2支电容麦、2支动圈麦或4支动圈麦，或者是2个乐器、2个 mono 输入，或者是4个 mono 输入、单一输入，总共可以有8通道的输入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也可以跑 ASIO 后期剪辑，然后它本身就是数位 mixer 加录音界面的合体，CP 值超高。好，那我是熊哥。如果对这个 Behringer Flow 8有兴趣的，想要了解的，可以加小坤哥的官方 LINE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